爸，妈妈。哼，约会又不带我。好吃的。12到36月里，1、3，不对，我都72月了，难道二胎？真是的，竟然把礼物给忘了。我记得出门前放在茶几上来着。我二胎的奶让二胎无奶可喝。早知道是送人的，我就不喝了。草莓奶昔第2杯半价，或许有个二胎也不错。